超级小英雄 Super。大家早安，我是丽菲姐姐，是到我们的右脑英文棒的时间了。就是呢，今天一样呢会教大家五个英文单字哦。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的米亚欣哥哥。Hello， 大家好，我是萌学园的米亚欣。还有呢，今天小朋友是来自哪个幼儿园的呢？大家非常有精神。那这么重要的工作呢，但是要交给我们的 Angela 老师喽。是，大家好，我是 Angela 老师。当然哦，小朋友，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啊，是我们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哦。所以今天我带我的小助理手训来为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节目。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rady. I'm 10 years old. Now I'm going to recite a short story for you called Five Little Monkeys. Five Little Monkeys.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is head. Mama called the doctor and the doctor said,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The five little monkeys were ready for bed. Mama said, Good night. Good night, Mama. The little monkeys replied. Mama said, Remember, go back to sleep. No noise. Then she went out.Soon one little monkey said, Shh, Mama is not here. Now we can jump on the bed. The naughty monkey jump and dance. Look at us, jump and dance. One monkey jumped too high and fell off the bed. Oh, he cried.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No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Thank you.哇，好棒，非常流利耶，而且还有加舞蹈动作，真的就有结合一些时尚的东西在里面。对，还有那个骑马舞，真的好棒哦！就手训，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来背这段故事啊？大概还十分钟吧。十分钟，真的十分钟，这么厉害哦！所以真的要从小开始学有用。对啊 ，Angela 老师，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也想像他一样，就英文棒棒，那要怎么办呢？来喽！哇，这是一只什么鱼？金鱼，对，它是金鱼。哇，金鱼好会游哦，它游得好快哦。所以金鱼会游，金鱼会游 well。所以金鱼的英文单字叫什么 ？well。好厉害哟、哦！我们继续加油哦，小朋友，好孩子就要用功读书，对不对？对。那你们知道读书的英文单字叫什么吗？Study， 那要怎么做记忆呢？你看这个小朋友，因为湿哒的天气，所以影响了他读书的心情。因为湿哒的天气都不能出去玩，要在家里什么？读书，对不对？要 study， 所以湿哒的，湿哒的 ，study， 来，各位跟着念 ，study，study 是什么？读书，读书，非常好。好，下一张是什么啊？哎，有一只猴子，你看啊，我们节目的丽菲姐姐是主持人哦，可是她好漂亮哦。但是你看这个主持人，她竟然怎么样，以猴子的装扮出来主持节目哎。主持人以猴子的装扮，猴子的 host， 小朋友跟着我念，来 host 就是出来做什么？主持，他是主持人哦，好，所以主持人的英文是 host。好厉害哟、哦！哇，美女在刷刷，有没有？你看她拿一个刷刷，她拿什么在刷刷？丝瓜布，好聪明哦！她拿丝瓜布在刷，丝瓜布刷 scrub， 小朋友跟着念 scrub 是什么？刷，好厉害哟、哦！可以继续挑战吗？可以。这个。是什么 ？WC 是什么啊？厕所。这个人还比赛，那他正准备偷一垒的时候，可是因为他很急，他就赶快跑去上厕所，所以偷一垒上厕所 ，toilet。小朋友跟着念 ，toilet 是干什么？上厕所。好，接下来，哎 ，police 英文单字要怎么记呢？哎，这个警察贝贝。竟然帮松鼠剥栗子耶！还有警察贝贝这么忙，还要帮忙剥栗子。原来剥栗子也是警察的工作。所以小朋友，剥栗子 ，police， 来跟着念。来 ，pol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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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呀、啊？
警察。好，小朋友记住了吗？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了对抗的时间了。对，要让我们小朋友来回答这些题目。对，就是赢的队伍呢，就可以得到这小夜灯 LED 的哦。LED 小夜灯、哦。对，而且晚上呢，除了可以照明之外呢，还可以学习英文。上面的杯子还有英文，而且哎、欸，这个杯子就是 Will 哎、欸。真的 ，Will 叫中文是什么？金鱼。好。那金鱼英文叫什么？好棒哦，都被我骗到！你看，这超酷的，而且有很多颜色啊，上面都有不同的英文单词。睡不着的时候就是背英文就好了，对，就背英文就好了。然后背着背着就想睡觉了，真的。然后隔天就都会记起来。对对对对。好，所以大家想不想赢到这小夜灯呢？想。那我们要加油，好不好？好。所以一样呢，就是我跟米亚欣哥哥分成两队，然后我们要猜拳。对。然后我们再选。对，然后就是出来答题、嗯、然后答对了我们就画圈圈或是叉叉，我们就可以只要连成一条线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品。没错。那好，开始了吗？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我赢了。我又输了。对，以后不用拍猜拳这一段了，直接我真的直接就输了。那我们这边有谁的英文最厉害？啊，你哦，好，好，哎呦，好有自信哦。那我们先挑，你要先哥哥先挑，我们先挑刚刚讲过最多次的中文吗？哦，你有想要挑的？左下老师念给你听到金鱼是不是？喂，哇，好清楚哦，没关系，放轻松，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一直出一样的、啊，哥哥选。那我们选警察好了，你记得警察刚刚做什么事吗？警察。他帮那个松鼠剥栗子，对不对？好，剥栗子，警察怎么念？警察的英文叫什么 ？Police。Police。Police。剥栗子。你跟手训猜拳，加油！姐姐靠你了。不要害怕，他英文讲得很好，猜拳不一定厉害。好，来，剪刀石头布，有没有？我就告诉你，来，握手。我要换位。Give me five。我觉得这个风水没有很好。Nice。来，我们找哪一刷好了 ？Grab 拿什么在刷 ？Grab，Grab， 哇！拿石头布，拿石头布。我一直出布，你还是可以输，太不简单了。你的心思太复杂了。我其实没有看你刚刚出什么呀？我从头到尾都在出布，真的假的？没有出好，来吧。好。换你咯，第一排就剩你没有打咯。来，我选个简单的给你打啦，好不好？你选厕所，拜托。我们选读书，你记得读书刚刚那个牌子，他是不是一个人在翻一本书？然后书是很湿的，读书的。因为什么天气会影响读书 ？Study， 再讲一次。Study 就是读书，哇，很棒哦。我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的，对。好，放轻松，剪刀石头布。好，让你们这队高手来回答。好，我选手训。哦，猴子故事的，嗯，厕害了哦。你选厕所。好，手训真的很棒哎，就是他们就直接把英文字给讲出来了。对，其实啊、嗯，我们小朋友在学英文的时候，如果啊你都是没有用方法，然后就直接起来一直背，你当然会忘记哦。嗯、但是啊。英九老师今天带的秘诀啊，就是有小朋友已知的语文，就是我们有已知即未知哦，我们用我们知道的中文去记新的英文，小朋友这样子是不是很好记呢？是，而且因为有搭配那个图画跟故事，他们就会想到那个剧情。对，因为图像呢是我们右脑长期记忆的一个特色哦。嗯，所以下一次小朋友，当你觉得功课很重或是单字记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转成图像，这样子来记会记得久，记得牢哦。真的，对，我刚才发现我们小朋友啊，在记这些单字的时候，他没有愁眉苦脸呢，我觉得他们都在笑哎。我们现场小朋友礼物之外呢，其实观众朋友也有礼物，对不对？对，各位叮咛，你看老师又变了一个魔法出来。这个是可以学英文的贴纸挂钩耶，但是因为我们现场小朋友已经有小夜灯了，所以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只要上我们的 FB， 然后呢，老师有出题目在上面，只要你答对了前100名哦，就100名的观众朋友，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神奇的小礼物了。这是厕所，厕所怎么念 ？Toilet， 好厉害哦！再来刷刷刷刷 s
Subscribe。不输，因为什么 ？Study。好厉害，金鱼。Wow。金鱼画会游，对不对？警察的工作是什么 ？Police。主持人。Host。长成猴子的，对不对？猴子。